为什么涂老师会对你那么气愤呢？是因为你这个事情做的失戒了。现在最应该干嘛呀？学习。大学真是就应该学习，毕业之后你们会后悔的。现在说都，当时老师跟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懂，说你们再不好好学习，大学毕业以后一定后悔。不明白啊，十年之后有一天夜里突然之间想到一个什么事儿，把十年之前的教材拿开一翻以后，说这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其实十年前我就学过，可后悔了。每个人都别忘了为什么去大学里读书，到底为什么谈恋爱，如果爱这个男生，时间要给他，如果这真是你爱的女人，你要帮助她，一起前进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其实我觉得遇到一个能让你心动的人是不容易的，咱们俩在一起，我觉得你做的事情有的我都挺感动的。你不是不喜欢我玩手机吗？或者是直播什么的，这些其实都无所谓，也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我觉得跟一个人一直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你要能稍稍改变一些，我们俩还可以再想一想。但是你现在做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我可以为你改一点，可以变得不再那么爱直播。谢谢两位啊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会做怎样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，我会成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见证属于这对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哎呀，加油吧！谢谢啊，幸会。被你疼惜又重暖你，在梦里全是你。